工作了再开始。刚才那个色系啊，稳重一些吧，这个比那个稳一点。对，这个就比刚才那个稳一点。刚才那套的色系会舒服，就稍微温暖一点。这个很好。就是这个设计，九分裤的设计。没有，我就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是吧？因为他刚才说出好惊艳啊！我说我一定不能看他出门，我等他拍完照片再看。是好看。哎呀，耶！奶奶脚底下。小华。我们去。他们见一下吧。好久不见了。今天定妆刚定完，过来等等。你也是啊，孩子不到五岁，小眼镜戴上了，你也不管管。你看，就玩手机的时候不闹，然后就说我不他。笑，不管怎么捏吧，你就笑。你别做了。小春大几岁，知道帮家里洗衣服做饭。那下一代才八九岁，就跟着一帮阿叔上山采菌子、卖裙子。我玩了有十分钟了，不许玩了。我再玩一会儿，我再玩一会儿。你怎么这么调皮呢？玩什么呀玩？还不听话？你现在啊，自己名字会写了吗？笨蛋！笨蛋！阿发！好，走，可以了。